10万左右小资金如何快速翻倍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一个小散户，比如10万以内，如何无限补仓或让本金翻倍，但才不入急门，越折腾亏损越快。总有人问怎么无限补仓？很简单，先不说仓位管理的事情，就是所有人都是职业炒股，只有场内收益吗？如果是劝大家停止，10万元再怎么炒，也覆盖不了现实的支出。不是职业炒股没有收入吗？发了工资就补仓，补3年等待一个主升浪，不仅回血了财富，还可能翻倍。有人说退市了怎么办？如果你认为一个企业的基本面没有持股逻辑，就一股都不要买。中长线投资考虑的就是基本面，股指逾期。散户选股逻辑也反复分享过，最喜欢的就是一个行业里面市值最高、股价最高的股票，其次就是稀缺的细分领域龙头。什么叫稀缺？就是仅此一份。比如白酒里面的鸡尾酒只有一家，牛黄里面的体外培育只有一家，大排量的摩托车只有一家，扫地机器人只有一家，榨菜企业只有一家。当然了，现在的投资人更喜欢指数基金 ETF， 对于选股更没有要求了，只需要看好行业就行了，包括大盘指数，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。所以你一定会有补仓资金，即使满仓了，小凡满仓了，除了场外的空单对冲外，还有闲置资金继续调用，占个人资产 10%。 我的资产配置是场内 50%， 场外 50%，其中 10% 是闲置资金生活备用，也可用于临时场内调用，这些年很少用到。剩余是房产，场内经常半仓滚，动幅仓就是大涨大卖大跌大卖，底仓是中长线持股，不满仓不空仓是自己的原则。对高收益不是没有兴趣，而是自己能力有限，与大多数人不同。我喜欢慢慢变富，只要不亏本金就行了，年化 10%-20% 就是顶级高手了。这些年运气好，遇上药酒行业勉强超过了1000，场内翻倍了就把利润提出来换房子，未来可能不会了，要那么多房子做什么呢？还要交物业费，让本金翻倍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场外持续积累，利用一切零碎时间，放弃玩手机看视频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，要么读书考证，很多人的岗位有职业证书了可以加薪，要么就是做兼职，总之别浪费时间了。年轻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，本金10万元都凑不出来，应该着急的不是如何炒股才不入急门，而是怎么提升自己的场外盈利能力，而不是寄托于虚无缥缈的股市。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是几百万几千万，都是现在场外积累。我身边有这个资金体量的人，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事业，那些天天宅在家里盯盘玩心跳的，本金一直在100万以下打转。无私教大家一招，小资金做大的核心秘籍，比你在网上看到的都有用。有人说我就这点资金，分享的东西对我没有用。任何时间你做好仓位管理都是必须的，不要嫌小资金，小资金你都不保护，如何让资本成长？每次大跌的时候，有人半仓躲过了2个多点，结果错过了 1.6% 的涨幅，又开始懊恼。投资者都有通病，既想这样又想要那样，盈亏同源，有舍就有的，别希望在大涨的时候满仓，在大跌的时候又空仓。神仙啊，我是凡人，我分享的东西都是自己实际验证过的。半仓继续滚动，即使再涨1000点我也一样，以前又不是没有这样过。我不会轻易满仓，一年之中最多2回，有时候1回都没有。言归正传，小资金，如果你的本金在10万以下，听我的建议，不要轻易交易，频繁交易也不要盯盘，你就耐心等大盘大跌，或者股票大跌挖坑的时候，你全仓进场，也不要考虑什么左侧右侧，记得这点资金只够持有一只股，然后等走完一个趋势，中间怎么震荡都不要理会，一年就2至3笔交易，10万以内的小资金很容易一年翻倍，前提你这种满仓不要让你有压力，因为有可能回调 20% 你被套，但无所谓，它会继续上涨，标的资产就是蓝筹股、龙头股，别碰中小盘股，可能退市，可能永远跌下去不涨，最好是热门赛道，比如白酒、新能源这种核心龙头股，每一次都是几十点的反弹，你一年2个波浪，千万不要追涨杀跌，
盯盘交易频繁，这种资金一年交易100次以上，参与10只以上的股票基本就废了。给证券打工，大多数人的亏损都是上述的行为。我告诉了遗失自己曾经的方式，能不能做到就看你自己了。先控制自己控仓一个月，不盯盘一个月，不操作一个月，再考虑我这件事情。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，想要小本翻盘机会低，小资金做大了。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说，4000多支票让我选，讲了跟没讲一样，就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吗？当然有拿得住就选择低位的票，叠加热点和形态，很容易走出行情。做股票小资金想要快速做大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如果你还不曾单月翻倍，下面的趋势牛形态建议点赞收藏起来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中线一到二月趋势牛，这也是我最近一年把握强势股最有效的方法。这种形态比较简单，前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之后，均线开始粘合，在放量拉升突破粘合区域后直接介入，只要不破趋势线坚定持有，坐等主力拉升底部。趋势牛形态的使用细节，一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，二出现量坑和价格坑同步出现3:50，20日均线粘合，四阳线放量突破粘和区域的当日就是买点，五出现比较明显的圆弧体且准备突破半年线，六当前板块属于市场的主流，这个形态比较容易理解。均线粘合代表处于蓄势待发阶段，突破粘合代表的是强势行情的启动信号。下面做了比较详细的图文介绍，理解起来更加容易，可以直接保存，也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。